欢迎大家来到五月天的诺亚方舟，高雄无限放大门。因为我们团呢，这个我们的门面担当呢，靠玛莎是不够的，是，他是我们的忙内，也是我们的门面，这样子是。对，照理讲他是站 C 位的，是这样子吗？是。你来这里吸一下，快点。吸什么 ？C 位 ，C 位。啊，你今天太格格了。A B C A B C 的 C。Center 的意思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是啊。那我们这边就赛位。两边嘛，对不对？赛的。你才赛的，谁跟你赛啊？不是，我们在。我们想要就跟上时代，要有一些新的名词要输入一下。不是，你这个如果传到那个韩流的粉丝圈，他们揍你一顿。对不起，澄清澄清，只有五月天这样用。对，只有五月天。我跟怪兽我们都站赛位。因为这几天呢，五月天在这边被你们挑衅的也够了，下午来挑衅你们。我一只手一只脚让你们。等一下。啊，来，这你就不对了。啊，是吗？你不能来强硬的，因为我觉得今天的观众呢是感性的，今天最后一天嘛，哦好，大家心里都有一点不舍，那没问题，你不能挑衅，我好，我不用挑衅，你要挑逗，哦耶，我知道，我换个语气说好了，好啊，来，各位朋友，那个今天就让我来挑衅一下你们好吗？挑衅一下哦！等一下，这不是挑衅，这是调戏。哦，真的、哦，好，那就用言语，我单只手单只脚来调戏你们。哎，很难听哎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单只手单只脚，他好像色情员外哦。对啊。让我们欢迎亚洲情人任贤齐，你们好吗？谢谢大家。每次看五月天的表演，我记得那时候在巡回的时候，然后他们在台上那种热情，但是又害怕家里知道他们在表演，每个人都把帽子压得很低。有一次阿信明明我们在花莲表演啊，对，他妈妈打电话来说：“阿信你在哪里？”我在士林逛夜市，我马上回去。你怎么把这一段讲出来了？有，而且我妈可能又来。信妈妈，对不起哦，但当年是我带坏他们的。对，都是齐哥。让我们欢迎，大家好，我们是。我们想在台上正式邀请师兄来参加小巨蛋演唱会。我跟你讲，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，哎，再考虑，再考虑，看时间，看时间。如果告五人的话，我们就会说 no。比较直接啊，为什么呢？不是嘛？其实乐坛里面有多少五人的团体呢？是你们怎么就是要告我们五个人呢？我们再唱一首歌好不好？是，这也是算是告人第二个人生里程碑吧？是。等一下，两个梦想，你们有问过五月天吗？你们在这边放那么多里程碑，我们等一下走路不小心踢到怎么办？不会，不是，哎，五月天唱告五人的歌，哎，有确定是要唱我们的歌？有啦，确定之后是吧？没有要改，马上换歌，本来要唱好戏的，不要叫，等一下他们不会唱。我们不是很尴尬吗？让我欢迎萧秉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萧秉治，很开心可以来到诺亚方舟高雄场，谢谢大家的尖叫声。你是那个最新的那个专辑叫什么？最新专辑叫《狂人》。我跟你说，感觉萧秉治私下的感觉完全反过来，因为秉治很害羞，然后刚才上台的时候啊。为什么我要去拉他手呢？因为他手在发抖，很紧张，超紧张，很紧张吗？对，其实是这样。那个秉治之前大家都知道 MP 魔幻力量嘛，然后接下来自己呢出来这个单飞发展，对，跟谷谷一样，对，谷谷最近也是发行新专辑嘛，对，考你一下，兄弟的新专辑最新的主打歌叫做《好了啦》，不是啊，我问一下会怎么样嘛？好没，好啦，今天晚上的。音乐扭蛋机点歌时间又到了，怎么样？在怪兽选之前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，来举高，就是你买不到 BLACKPINK， 只能用五月天弥补遗憾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
什么意思？你觉得你那个字那么大，我看不到吗？因为你这样呛，我们就会点你吗？不点你，让你继续遗憾。对啊，你那个是用弹珠台，然后来决定我会唱哪一首歌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找一个人帮你拿着那个弹珠台。好，那你来用。摄影机拍一下他哦，的荒谬的举动，又扭人家啊，不是又扭蛋又打蛋。对啊，你把我们歌当香肠吗？来，哪里？哦，没听到阿信叫我吗？对。好了，那你选一首歌嘛，弥补一下你的遗憾。我看歌里有没有宝贝。你要写出这一张齿力。错错错。好了，让你做一件对的事嘛，来挑一首歌。快点啊！对啊，不要闹了，快点！浪费时间。我另外一个什么？我看，还是错错错，粗一点，粗一点的错错错，粗一点的错错错。好诗，你是要写好帅，还是真的要写好诗？还是我们比帅又更多了一点？没有，是我们的帅有极限呐、啊，有个盖子，盖子盖在头上。好诗要听什么？爆肝。爆肝哦，你弄咩啊？那呢？听见没事。爆肝，我们不止现场没有唱过，而且我们连讨论演唱会的歌单的时候，他都没出现过。好了，那来啊，爆肝，爆肝，爆肝。什么 key？ 爆肝什么 key 啊？爆肝谁写的？你呀、啊。葛大为写的是吗？不是的，你呀、啊。可以吗？哎、欸，阿妈脏话！你看，师傅没收工就骂脏话，没有人这样的啦，真的没有人这样子啦。你知道那前面那是电吉他，你知道吗？那 distortion 就破音的意思，那夹夹夹夹夹的。然后我现在弄这个，你要我弹那个？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崩溃了，我可恶！他刚真的骂脏话。你还真的把五月天逼到绝境了。我觉得对五月天的其实用心了，然后其实五月天看在眼里都很感动。虽然说我们都就是常常讲话笑你们，但是我们心里呢，其实呢也是觉得很好笑的。不是啊，我心里觉得暖洋暖洋洋的，对不起。你今天是怎样？自己讲到自己笑。不是，我觉得他们很可爱啊，因为真的有很多很想点的人，出很多怪招这样子，然后真的很感谢大家。然后，希望未来的不管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或者是另外一个24年，五月天都可以用五月天的音乐好好的照顾你们。谢谢。